译者郭安嘉台北报道，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与民进党绿营支持者关系紧张，自总统蔡英文做球问柯文哲台湾价值后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成国今晚也邀柯出席党部春酒。柯文哲今上午于林安泰古厝抓周活动受访说，他会优先去亲民党北市议员林国成儿子婚宴，再去党部春酒。他也否认并非刻意避开前副总统吕秀莲、立委姚文智。媒体询问参加党部春酒是在跟绿营示好，柯文哲说不是啦，朋友要多敌人要少，人家邀请就去，不过今晚刚好林国成娶媳妇，他会慢一点去民进党部春酒。对于如何与深绿选民交朋友，柯文哲仅说还在努力啊。据了解，市党部春酒六点半开始，期间还有民进党及北市府官员、议员、媒体。由于柯文哲则八点半到场，恐无法预见一样表态参选台北市长的吕秀莲、姚文智，媒体疑惑刻意避开两人。柯文哲表示不会啦，人活在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阴谋，常常排行程一个多月前甚至两个月前排，但林国成娶媳妇一定优先，而且他还要为新人上台致辞。